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740面，倒数第二行，从经文看起。其第十二福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福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这个一段，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闻才智未已，康僧铠的一本，参证唐译，在此处第一句，其第十二佛应值第十二佛刹，按照前面的例子，都是讲的这个十方佛的刹土。那么这个第二十二佛呢，也应该是佛刹的意思啊。第十二佛刹名无上华啊。列入位移，第二佛名曰宝藏，唐译的是宝藏佛国啊，佛国就是刹土。至于第十二佛土，显往生菩萨之德，亦是例举。就是举例而言的。坚固之法，不退转法也。介绍啊，那边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大师是化身菩萨之称，像我们称观世音菩萨，称观音大师啊，弥勒大师、文殊普贤大师，那么这都是等觉菩萨。最低的阶位是圆教初住菩萨，华严经上通称为41位法身大师啊。所以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佛都不能称大师啊，大师一定是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才能称之为大师。那么他们确实圆证三不退呀，所以称为坚固，坚固之法，不退转也。这些大菩萨都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啊，至于不退菩萨又往生极乐，是其意义为何？他们为什么要往生？他不往生也能成佛啊，为什么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去？如大论中，大智度论假设了个问答，问曰：菩萨法应度众生啊，何以但至清净无量寿佛世界中啊？为什么他到极乐世界去？答曰：菩萨有二种，一者呢，有慈悲心多为众生啊，他暂时不到极乐世界啊，在六道十法界里头帮助众生啊，帮助众生是两桩事情，帮助初学的是帮他断疑生信。啊，帮助修行已经有很好的基础了，那就是第二个目标，帮助他破迷开悟。而破迷开悟无比殊胜方便，无过于往生净土。凡夫经上常讲的大心凡夫，相信大乘，修学大乘，发心求生极乐世界，这叫大心凡夫啊，他这一生呢能成就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知道啊，这些人生到哪里？其实我们都是属于这一类人，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啊，什么身份呢？还是人的身份。啊，极乐世界有人天，我们倒是人的身份。道德水平高的人是天人的身份。可是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啊，换一句话说，虽然是同居土里面的天人身份，到极乐世界所得到的殊胜利益、智慧、道力、神通、福德，跟化身菩萨平等，这个不可思议，这是十方世界没有的啊！为什么极乐世界有呢？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因地发四十八愿，无界修行，四十八愿愿愿圆满了 所以是弥陀本愿功德威神的成就，这样加持得到的，
这是他方世界所没有的。啊，这个世界就显得无比的殊胜了。啊，这是菩萨，不是不知道，菩萨知道这个事情。所以菩萨有两个选择，慈悲心特重的先度众生，像地藏菩萨所标榜的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先度众生然后再考虑自己，甚至于完全不考虑。那第二种呢，多积诸佛功德，要多积诸佛功德者，至一尘清净无量寿世界。好，好多为众生者呢，至无佛法处。啊，这第二种，他要多积诸佛功德。为什么？将来在十方世界度众生，能度得彻底呀，能度得究竟呢？啊，好像在学校读书啊，慈悲心重点，没有毕业就出去教学了。啊，当然有时候会力不从心，为什么呢？自己没有证得圆满啊。那另外一类的，他不是没有慈悲心，我要证得圆满究竟的佛果，我再去度众生啊。度众生的时候一切无碍，可以说是两种人，本愿有差别啊。那么要多积诸佛功德，这个要就是喜欢爱好啊。多积诸佛功德呢，那就无过于极乐世界，所以他就到一尘清净无量寿世界，就是极乐世界，他会选择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真的一点都不错啊！你看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啊，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不例外。他每一天可以去参访设访一切诸佛刹土，真叫无量无边呐！啊，怎么去参访呢？他分身去参访，化身去参访。首先礼敬供佛修福啊，你说他一天修多大福报，供养一尊佛的福报就不可思议了。他每一天可以供养十方一切诸佛，天天修供养啊，这修福啊。除修福之外，听佛讲经教学，修慧也。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佛慧也很快可以说就圆满了。那这是他方世界
没这回事情。如果有，世尊一定会给我们说。而世尊只讲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留意。这个下面这两句都是大论的，说好为众生者，好是爱好，爱好啊多为众生，众生太苦了。我们全心全力去帮助他。这一类的菩萨呢，就至无佛，无佛法种处。这个世界没有佛法，没有三宝，他到这个地方去。慈悲心特重啊。又论诸云，为证净心菩萨者，没有证到清净心的菩萨，初地以上，七地以还。诸菩萨也，这是说的别教。别教的初地。是原教的初住啊，原教初住到七住的菩萨，这也都见性了。如果再降一等呢，那就是实性位了。通教，天台通教所讲的初地，到七地，那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讲的初信到七信。七信是阿罗汉了。那么这样的菩萨也能现身。能现多少身呢？若百若千若万若亿，若百千万亿无佛国土十足佛事，阿罗汉可以做得到。摄性菩萨能做得到，要须做心如三昧乃能，非不做心。这个做心就是入定。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婆罗门女遇到阿罗汉，向阿罗汉请教，他母亲在世造了不善的业，现在生在什么地方？阿罗汉入定，入定他才能看到。出定之后告诉他母亲在地狱里，
啊，在那边很苦。教婆罗门女念佛超度他，啊，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阿罗汉要不入定，见不到啊。化身菩萨不一样啊，化身菩萨不必入定。他的功力高啊，行住坐卧都在定中，他心不散乱，他心里头没有杂念，啊，所以见性跟不见性的作用啊，差别很大。以作心故，名为未得净心。啊，他的心不清净，一定要入定。啊，不入定的时候，他心就不清净。入定，清净心现前。此菩萨愿生安乐净土啊，即见阿弥陀佛。见阿弥陀佛时，于上帝诸菩萨毕竟身等法等，啊，那么这个菩萨发愿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们去就见到阿弥陀佛。见阿弥陀佛时，于上帝就是极乐世界的十报庄严陀里面的菩萨啊，跟他们身平等，法平等啊，这个我们知道。不要说这些菩萨到极乐世界跟化身菩萨平等，凡夫到极乐世界跟化身菩萨也平等，这是弥陀本愿加持。48愿第20愿说的，往生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极乐世界是平等法界，啊，正的阿惟越智菩萨他们也去，啊，他为什么要去？就是前面讲的，要多积诸佛功德。他去的目的在此地，没有正得法身的，诸小行菩萨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第20愿，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一愿的加持，就全变成阿惟越智了。所以跟上帝啊，上帝是十宝庄严土啊，跟这些菩萨身等法等，身等我们用我们的话说，物质享受平等，法等呢，那是智慧、道理、神通，
跟法身菩萨也平等。此地举几个例子，像龙树菩萨、婆娑盘头菩萨，愿生彼者当为此耳。啊，龙树是初地菩萨，应该是这一类的。又云：菩萨于七地中啊，得大寂灭，这是真的入境界了。上不见有诸佛可求，下不见众生可度。于写佛道啊，正于实际。在这个境界里头，会不会有这个念头呢？如果要是真的初地菩萨，不会。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知道藏通别圆。啊，圆教的决定不会，圆教以下就可能。圆教地上菩萨无时无明习气未断，分别执着连习气都断尽了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不是圆教境界啊，因为上不见诸佛可求，下不见众生可度。他于学佛道，他还有这个念头，还有起心动念，啊，那我们知道这就不是圆教菩萨了。别教以前的，这个境界平等心现前，无佛无众生呐，修行人到这个境界，他就想学佛道，啊，真于实际上，实际就是涅槃。全小的半涅槃啊，阿罗汉证的是小乘涅槃，菩萨证的是全教的涅槃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二十若不得十方诸佛神力加劝，即便灭度，与二乘无异也。他入灭了，就不起作用了。
这不是真正明心见性。真正明心见性叫大般涅槃。啊，他们其主的境界不是大般涅槃，是与大般涅槃相似，不是真的。啊，还是一种错觉。可是佛会照顾他们，他们在这个境界里设方佛一定现身为他们说法，啊，劝导他们要勇猛精进，啊，要佛会双修。啊，那我们在此地也知道，诸佛肯定劝他求生净土，因为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了，即无此难了。啊，这个过失就绝对没有啊！以上大论与往生论注。戒名不退菩萨愿往生极乐之因有也。啊，懂得这个道理，全教菩萨还会走错路。到极乐世界问题就没有了。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在极乐世界决定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啊，什么时候能做到呢？我们从理上去看，往生到极乐世界，你跟阿弥陀佛见了面，你就得加持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做到，像化身菩萨一样，应以什么身得度，就能现什么身。这个不是自己意思啊，有自己意思就不能了，没有自己的意思他就能啊。为什么呢？我们自己意识是个妄念，是妄心，那个东西障碍。没有这个意识，你用的是真心，真心没有障碍。啊，真心就是自信呐。跟诸佛如来所证得的是平等，平等。啊，诸佛菩萨证得的是清净净心。我们是就这种菩萨的时候，他所证得的是模模糊糊，不清楚，确实证得了。所以要得诸佛加持，道理在此地。啊，你往生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见了面，就得弥陀加持。一切时一切处你不会迷失，那这是菩萨为什么要到极乐世界去，道理在此地。我们再看下一段，无量寿经起心论语，这是彭吉清居士说的，是又名往生菩萨不可计数啊！借是如来愿力所持光明所摄，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功德不可思议。四十八愿起作用，起作用，就是我们现在科学讲的能量，佛法讲的光明。科学家的能量，这个能量非常之大了，能摄受法界、虚空界一切万物，万事万物。所以，智者大师临终。这都是实现，智者大师，释迦牟尼佛再来的，智者大师往生的时候，令门人唱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送他往生，即观经题目：南无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这是经题。合掌赞曰。这是智者大师最后的实现，四十八愿庄严净土，化持宝树一往无人。前面三句赞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从哪里来的？四十八愿的功德成就怎么成就？经上讲得很清楚，无界修行，没有修行的功夫不行。我们今天说讲经功德，回向有没有？有，讲经本身就是功德。是，是阿弥陀佛功德为自己功德，这是从讲经人本身上来说。从阿弥陀佛那边说呢，佛是摄受一切众生功德为自功德，光光护照啊！佛光照到我们，我们的光反射又照到佛，是这么个意思。如果我们讲经，又能依教奉行，这个功德大了。能讲不能行，不能说没有功德，不大。力量不够。会讲又能行，这个功德就大了。现在我们在这个时代，从理论上讲，《大乘经论》的理论，现前世界上这些一流的科学家，他们的研究报告
我们对于意念，特别是集体意念，化解世界灾难，我们不怀疑了。我们非常肯定，必定可以做得到。在理上讲啊，事上讲呢，问题多多啊。有几个人真有清净心？他度自己都力量都不够，他怎么能帮助别人？科学家告诉我们，真正清净心的人那种修持有清净心的人，他们来祈祷管用，不是一般人的。840多人呢，就能让地球不产生灾难。这是什么？集体清净意念的功德，有这么大力量。我们要冷静地来想想，大概1000个人都不容易找到，何况8000。那换一句话说，灾难肯定有啊。无法避免的。但是祈祷总比不祈祷好。大家真正一起来祈祷。佛法里面就是念阿弥陀佛。诸位要知道，念阿弥陀佛就是他们讲的祈祷。力量比他们祈祷那要殊胜多了。念佛的这个能量无与伦比，什么修行方法都比不上啊！我们要相信呢，因为这一句佛号，它是凝聚变法界虚空界一切善法的精髓，善中之善，善中之宝啊！净宗同学很多都不认识啊。所以念不是没有效，效果不大，不明显。我们是非常非常有幸遇到这一部大经遇到黄念老的注解他老人家注解这部经，引用的经书83部，古来的祖师大德的注解101部，
日本跟韩国的这些祖师大德九部总共等于说我们已经读了193种经句，这本身就是无比的大功德，我们读这部经，让这些经启发我们，把我们自信的信德引导出来。因为佛说的很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借着这个把我们自信引出来，这个功德就大了。这才真正能度自己，能度众生，能帮助地球化解灾难。真明白了，真懂得了，真干了，真的把经典里面的义理教训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方法不难，关键是放下。我们今天最大的麻烦就是放不下，妄想太多了，杂念太多了。这些妄想杂念一定要晓得，自己清净心里头决定没有。他从哪来？他从莫那时来的，莫那时完全是染物，叫染物意也。我们今天的意念不好啊，意念全是莫那时啊。转莫那时为平等性质就好了。莫那时一转，就是我们这个经体里头的平等。平等是真心的，与一切万法都平等，没有高下。大乘教里面说，入不二法门，万法归一。一是清净的，平等。我们用清净平等心来念佛，那就是一念相应，念念相应。阿弥陀佛的心是清净平等觉。我们虽然没有觉，但是已经做到平等清净了，决定其感应道交的作用。所以一往无人到极乐世界去不难。我们把这句话再简单的说说，一心专注念阿弥陀佛，
前面这句重要，一心专注，没有杂念，不受外面境界干扰。这个念头的力量太大太大了，被现在科学家证实了。这个一心专注的念头，阿弥陀佛这一念，可以改变世界。你能相信吗？能相信？这一念专注啊，是决定往生。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这一念的时候，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没有改变世界呢？啊，把自己的这个娑婆世界改变成极乐世界了，那一念真改变世界。我念我改变了，你念你改变了，他念他改变了，谁念谁改变。那如果我们集体在一起念，能够有几十个人，一两百个人在一起念，一两百人都不容易找到了，几十个人或者可以找到，帮助我们这个地区啊，这个地区里面化解灾难。纵然灾难不能化解，可以做到大幅度的减轻啊，九级的地震可以变成三级，就大幅度的减轻，这个可以做到啊。于自于他了，皆是莫大功德了啊。可是这桩事情对阿弥陀佛，对极乐世界真的认识清楚，他的一心专注才容易做到啊，真心向往。啊，下面这三句，何彻相信？一念改悔，尚得往生呐。这一句，火车相信是无间地狱啊，造作地狱业，决定堕地狱。地狱相现前了，这个时候你害怕了，你恐惧了，你一念改悔，悔是忏悔，改是改过自新，我知道错了，以后再不做错事了，这一念悔改，佛都来接引你，都能往生。说明前面讲一往无人，极乐世界真容易去啊，地狱像现前了。绝大多数的人是什么样的心态？
被地狱想吓死了，他还会想到悔改吗？忘掉了啊，这个像吓到了，这一惊吓地狱去了。真正一念悔改的地狱像现前不惊不怖啊，他不害怕了，知道我错了，知道的时候这个现象我要下地狱了，我错了，他能拿得定主意，他才能在这个时候念佛往生。这是什么？四十八愿里说的，最后这一念呢？一念生念决定得生，这一念都能往生。啊，你要问为什么？极乐世界是自性变现的，阿弥陀佛也是自性变现的，生佛报二啊！性相也如，这是他的原理。啊，所以这个话是真的，一点不假。但是临终的时候，地狱境界现前，要不惊不怖，不被他吓住。啊，这是智慧，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啊，我们自己设身处地想想，这个境界我们看到了怎么样？会不会被他吓到？啊，如果被他吓到了，就去了，地狱去了。那么由此可知，这经教不能不学。啊，经教要学得很熟，境界现前的时候不害怕，啊，清清楚楚知道自己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啊，不惊不怖，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求生净土。续世今生所造种种恶业都不要想，就想阿弥陀佛就对了。你想到那些罪业的时候，罪报就现前了。记住，一切法从心想生，特别是最后一念，最后一念想什么就到哪里去了。哎，那一念改变你的世界啊，改变你到哪一道去了？你看现在是人道，一念不绝的时候到畜生道去了，到恶鬼道去了，到地狱道去了，啊，到罗刹道去了，都在最后一念呢。明白这个道理，从现在起把不善的念头决心要把它放下，那放又放不掉。很多人告诉我，我真想放啊，放不掉啊。前念放了，后念又上来了，又起来了，老样子。经上教给我们的方法好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啊，别想自己了。大乘教你，头一个不是叫你把自己的身看破，看破不难的，是你不懂方法，不再想这个身是我了，我起心动念想阿弥陀佛，起心动念想极乐世界，啊，天天想，天天想，把想自己这个忘掉了，自然就没有了。这是个非常好的方法了。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发菩提觉悟的心，觉悟就不为自己了。为自己是不觉啊，你还有自己吗？啊，念念为正法救助，念念求生极乐世界，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啊，正法救助，给苦难众生做个好样子，这就是发菩提心。啊，大慈大悲，我们要做一个好样子给人看，做好榜样。啊，世间人的心，贪嗔痴慢。啊，我们能真正做出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这就是做好样子给人看。这就是自行化他啊，不要用言语，用行动。啊，把心量脱开，心包太虚，两周杀戒。像天地一样，天什么都能包，地什么都能容。啊，决定没有排斥，没有厌恶。啊，学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往生真的是不难。宽戒定熏修，慎行道立，十不唐捐。慎行是学佛了。日常生活当中，决定不违背戒律，就是慎行。戒律是从哪来的？释迦牟尼佛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记录下来，那就是戒律。大圣之所行呢，啊，道理，圣贤是德，顺道而行就是德。啊，道就是信德，德呢是修德，
啊，信德是道，啊，一定要顺着道。道就是大自然的规则，大自然的运行，它永恒不变。清净寂灭，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清净、平等、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是平等的，能大师第一句话是清净，第二句话本不生灭是平等，第三句话本自具足，是信德了。自信本来就有啊，不从外头来的。有什么？本自具足是什么？佛在华严上说了，智慧德相，第一个是智慧，第二个是德，叫德能，第三个是相好。啊，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本自具足的智慧是自然现象，德是精神现象。相好是物质现象，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不离这三种现象。所说这三种现象，全都包括了。啊，自然界。精神界、物质界，全都不含。啊，第四句话，本无动摇。告诉我们，真心是不动的，会动的不是真心。那我们的念头，一个念头起，一个念头灭，就晓得，这假的。不是真的，啊，真心不动的，真心没念头，啊，最后一句能生万法，什么东西能生万法？动就生万法，不动万法就没有。啊，静是体，动是用，它起作用。啊，现宇宙，生万法，是自性的。宇宙万法无量无边的，不离自性。全是自性所生所现的，所以圣贤道理啊，一生修持十不堂觉，你的功德成就了。
唐军是唐朝人的术语，就是功夫白费了，没有成就。啊，十步唐军的真实不会失掉，啊，不会落空，真实的成就。这一段话，智者大师临终时候所说的，啊，从四十八愿到十不堂去，这是实录啊，事实真相啊。言其趁三宝名，俨然而逝。最后说这几句话，大师往生了，他生到极乐世界。啊，他临终时念阿弥陀佛往生的。啊，他修的法门，他是以十六观经修的。啊，智者大师《往生传》里头有他，《净土圣贤录》里头也有他。啊，天台宗的祖师。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也许正是他开的头。所以天台宗世世代代祖师最后都是念佛求生净土。啊，早年在香港，谭旭法师天台宗的，啊，念佛往生净土。唐法照上五台，入大圣竹林寺，见文殊、普贤二大菩萨，问修行之要。文殊曰：“诸修行门无如念佛，我于过去界中，因念佛故得一切种子，是故一切诸法。”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禅定，乃至诸佛正遍之海，皆从念佛而生。这一段故事，我想许多同学都知道。啊，法照原本是修禅的，他朝五台山，在山上见到一个寺院，叫金碧辉煌，庄严无比啊。啊，看看外面的匾额，叫大圣竹林寺。他就进去了，里面正在讲经教学，讲经说法，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啊，他坐下听经，听完之后，向菩萨请教。问末法时期，众生根性不如过去人。修什么法门能成就？啊，文殊菩萨就告诉他：修念佛法门。啊，你看文殊菩萨讲，诸修行门
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不如念佛。啊，那么菩萨自己说，我与过去皆种，因念佛故得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就成佛。佛所证得的智慧叫一切种子，声闻中得到的智慧一切智，啊，阿罗汉跟辟支佛所得到的是一切智，智法总相。啊，菩萨所证得的叫道种智，阿罗汉、辟支佛，他的智慧知道一切法的总相，一切法的差别相，他们不知道。啊，总相是什么呢？总相是空。佛常讲的，万法皆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是阿罗汉、辟支佛证得的。啊，所以他们能不着相，但是这一切相、这差别相，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差别？是什么因缘生的？这个阿罗汉不懂，菩萨懂。菩萨知道总相，也知道别相，所以菩萨的智慧超过阿罗汉。啊，但是菩萨这个差别相跟总相语言不过来，佛证得了，所以佛证得一切种子。啊，一切智。跟道种智是一不是二，这是佛证得的啊！所以一切种智是佛，就是佛智得一切种智，这就成佛了。在华严经初住以上就证得了。啊，是故一切诸法般若波罗蜜多啊！在经教里头，一切诸法最后都归般若波罗蜜多。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说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600卷呢，啊，大藏经里头，这是一部最大的经典，啊，600卷，甚深禅定啊，这是行门，啊，般若波罗蜜多，这是解门，啊，解心相应。乃至诸佛正遍智海，啊，成佛了。佛证得的是究竟圆满，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这些呢，皆从念佛而生。对，念佛法门不可思议。一般人只知道参禅可以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不知道啊，念佛
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比参禅容易。不相信可以找两个人实验，一个专门参禅，一个专门念佛，看哪个先开悟。念佛大彻大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没有开悟也能往生。修其他法门，要没有开悟，不能往生，还是搞六道轮回，出不了六道啊。念佛呢，只要肯念佛，前面讲了，何彻相现，一念改悔，上得往生。你就知道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造作地狱罪业的人，临终悔过都能往生。生到极乐世界，虽然是在凡圣同居土，可是智慧神通道理跟十报土的菩萨差不多。这是无法想象啊，所以称它做难行之法。对，意思在此地。真难行啊。法照问文殊菩萨，当云何念？在念佛怎么念法？文殊曰：“此世界悉有阿弥陀佛，彼佛愿力不可思议，汝当即念，令无间断。命中之时，决定得生。”文殊菩萨教他念佛的方法，有节奏，有腔调。文殊菩萨传给他，他就传出来了。所以离开五台山之后，他的道场就提倡念佛了，叫无慧念佛。这个念佛法呢，失传了。民国初年，有一位法师，名字我记不得了，他编了一个无慧念佛的谱，唱起来挺好听。我找到懂音乐的，我们有一个出家法师，他是学音乐的，他把它唱出来，也组成一个小班，唱出来之后录了个光碟，我听了，那个时候是录音带，我听了说这不是的，这个决定不是文殊菩萨传。为什么他的像音乐一样唱得很好听，但是有好处，戒淫粗戒很好，不能摄心啊，你要人听到这个心就清净了，能摄心才行，他这个不是不能摄心，听得很好听，可以在舞台上表演，可以给大家种善根。
啊，很难得，无慧念佛失传了。这个法照是我们净土宗第四代的祖师，啊，我们这有祖师像，啊，法照大师的。所以当时人家称他做无慧法师，无慧念佛的法师。啊，他离开大圣竹林寺，一路上做记号，怕迷失道路啊，下次再来。再回头一看呢，庙没有了，寺庙就没有了，才知道这是跟菩萨有缘，示现给他看的。啊，文殊确实是住在五台山，只有有缘才能见到他，没有缘的见不到，凡圣同居土啊。啊，峨眉是普贤菩萨，啊，九华是地藏菩萨，普陀是观音菩萨。菩萨修学的道场，二大菩萨了，应予受记。文殊普贤给他受记，如以念佛不思议故，毕竟证无上觉。这是对他的受记。若善男女，愿即出力，应当念佛。啊，善男子、善女人，这你标准说出来了。怎样才能成为善男子、善女人？至少要落实十善业道，啊，也就是敬业三福啊，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那有这个条件就能学佛了，才可以接受啊三皈五戒啊。第二下讲了受持三皈，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你才能入佛门，无论是在家出家都可以。啊，于是我们就懂得了学佛从哪里学起，从敬业三福第一条学起。啊，那佛这些教诲多半在小乘经论里头。那么中国在唐朝中叶之后，祖师大德们提倡传统文化，就是儒跟道，用儒道来代替小乘。啊，所以我们最近这么多年来提倡《弟子规》《感应篇》，就是根据这个教诲来做的。啊，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实善，是这个感应篇。后面在修实善业就很容易。啊，如果没有前面的基础，实善业难呐。
所以我们常常想，为什么古人能做到，现在人做不到？清末民初，虽然传统的伦理道德在社会上一般人不重视了，可是依教奉行的人还是很多。啊，我这个年龄，小时候住在农村，农村对这个非常重视。啊，所以那个时候社会还是相当安定，人情味很重。啊，一般人都讲信用，没有欺骗人的。啊，所以说话真算数的。啊，可是抗战胜利之后，这种风气逐渐就淡薄了，啊，很快就消失了。啊，现在在社会上不容易看到了。我们有理由相信，诸佛菩萨无尽的慈悲，现在社会动乱，啊，地球灾变频繁，这都是不善心行所感的。啊，菩萨在不在的时间呢？肯定在。我们相信佛菩萨有无量的分身化身，在过处啊，帮助这些苦难众生。众生不认识，如果我们心地冷静，有感恩的心，有真诚恭敬的心，你就能体会得到。众生造极大的罪恶，善恶道的苦报，他不能不受啊！为什么？唯有他自己受了，他才会觉悟，他才会清醒过来。他自己要不能亲身受这个苦报，他醒不过来，总以为他是对的，不肯认错，不肯悔改，啊，不肯回头啊，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我们在讲席跟同学们曾经做过分享，
三善道是消福报的，你修福一定有福报。三恶道呢，是消罪报的，你造的有重罪，这个报一定要消掉。所以三善道跟三恶道的作用是平等的，没有差别了。人如果善恶两边都离开，你就会出离六道轮回了。六道轮回的人干什么？没有别的，你看清楚了，都是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搞这个把戏的。人真正觉悟了，不干了，到此为止。啊，肯定他就求出离。啊，出离最方便的方法，最稳当的方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啊，亲近阿弥陀佛。这是事实真相啊！啊，随着后头一句好啊，如果若善男女愿即出离，出离六道轮回，应当念佛。啊，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啊，一定要一心专念。心里头真有啊，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这一点重要啊。下面又举了个例子，慧日法师反破渡海，大天竺，至犍陀罗国。这是由海道到印度。啊，中国过去印度是两条道路，北面的是过丛林，就是丝绸之路。啊，从那边到印度。另外一条呢，也比较接近，坐船，啊，从广东这个地方出发，到印度。他到犍陀罗国，这个地方应该在现在印度的东北面，这个地区东北大山有观音像啊，慧日法师到达这个地方，那七日叩头又断食，毙命未起啊，求感应呢。断食七天的不吃饭啊，不眠不吃，拜到第七天感应下去了，或见观音现紫金身，坐宝莲花，垂手摩顶月，如语传法，自利利他，应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教慧日法师。啊，法师出家，发愿传法利生。心地真诚，不是真诚没有感应，真诚到基础，佛菩萨就来了。啊，见到观音菩萨的像，这个瑞相非常的稀有。过去圣依法师在世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77年，30多年前。啊，他告诉我，就在前2-3年，还没有开放，他到普陀山去朝拜观音菩萨，香港2位法师，大陆上1位法师，啊，陪到他，到朝音洞，观音菩萨常常在洞里现身，他们拜了半个多钟，见到了，啊，只见到像，菩萨没给他说法，没给他说话。3个人都见到，但是3个人见的像不一样。啊，圣依法师见到的观音菩萨，金色身，戴毗卢帽。啊，坐在一个莲花台上，看到这种像。啊，第二位，这也香港去的，他们一道去的，他看到是白衣观音，啊，是站着的，手上拿着这个净瓶杨柳站着的。啊，大陆上那位法师也不错，也见到了，见到是个出家比丘像，啊，都看到了。你看，3个人离开之后一说，看到的不一样。菩萨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那菩萨像从哪来的？感应的，没错，我们自己心里面所感的。啊，菩萨决定没有分别之处，不但没有分别之处，他没有起心动念，完全是感应。慧日法师所见到的，这个感应无比殊胜，菩萨还给他说话，啊，教他念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可见净土法门胜过诸行。啊，现在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感应很多，
我们总结各方面传来的一些信息，感应的信息，就是念佛。而且还传一句话，除念佛法门，其他法门都来不及了。这个话的意思很深，那就说明念佛法门它的功力超过这个一切法门啊，84000法门、无量法门都比不上念佛法门啊。那么这个意思跟过去乾隆年代慈云灌顶法师所说的完全一样。啊，法师在《观无量寿佛经直解》啊，这个注解是他做的，里面说过，如果我们犯的有重罪，什么样的经典忏法都没有效，这个罪太重了，忏除不掉，最后还有一个方法，念佛求生净土，可以消极重的罪业。这样意思相通啊！啊，念老在此的总结：净土法门胜过诸行啊。他如天清大师《无量寿论》、马明大师的《起心论》、智者大师的《十一论》，以及永明、天如、楚石、莲池诸大师、诸大德。所有著述莫不殷勤赞叹，悼往西方，绝无欺世误人之事。这个我们要相信啊，这些菩萨祖师大德不是凡人啊。我们要相信啊，要依照这些教诲认真努力。下面说，何况我等生当末际，我们生在末法时期，发若魔墙啊，我们遇到就是这桩事情啊。佛法若到了极处啊，真正学佛无立足之处，学佛比什么都苦啊！啊，没有坚定的决心啊，你会走投无路啊！你会不会向魔去投降呢？太多太多。啊，独立修行，岂无错路？没有人知道，无论修哪个法门，走到岔路，走向偏斜，啊，这是肯定的，一点都不稀奇。啊，若夫徘徊不信，
生念成老，如果复活啊，如遇出故，曾不计时啊，大苦随后啊。这讲灾难呢、啊，在今天决定不能够忧郁不决，徘徊不信就是忧郁不决。生念成劳，成劳就是这世间，世间的亲情，世间的名利，五欲六尘，决定不能够贪念。下面两句是讲愚痴，没有智慧，非我不活。鱼游到沙滩，回不去就死路一条啊！所以，曾不及时，大苦随后。这个大苦是三途。贪嗔痴慢如果不断，情执不能放下，无论修哪个法门都没有效了，一个蒙心更莫他求啊！今天要觉悟，要回头专心念佛，求生净土，你就对了。这个路确实像经上所说的不难，只要真正发心。经上讲得很清楚，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菩提心，简单的说，藕益大师讲的，真正求往生净土，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我这一生我什么都不要了，什么都不求了，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其他一切都放下了，没有一个不成就，而且很快成就。这是事实。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亲眼看到的就不少啊，这还能不信吗？以上正宗分经。本经正宗分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学完了，后面是流通分。流通分有六品，续分有三品，这是大经的派头。虽然分量不多，它跟华严法华是同一类。今天就学到这里。